身体三处发痒，别再以为是过敏，或是癌细胞已苏醒，建议了解。立冬季节，寒风凛冽，季节干燥，许多人的皮肤也开始出现各种问题。有些人会选择涂抹润肤乳、身体乳来缓解皮肤瘙痒，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有些瘙痒可能是身体疾病的警示信号。山东的张大爷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他多年来一直受到身体瘙痒的困扰。最初，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湿疹，病理报告也未发现异常。用药治疗后，症状有所改善。然而，过了一段时间，瘙痒又会突然出现，多次反复。张大爷觉得看医生麻烦，因此没有认真接受治疗，只是自己挠一挠，导致身上有很多抓痕。近一年来， 张大爷发现瘙痒症状越来越严重，并且抓破的伤口还有溃烂加重的趋势，他开始感到不安，于是再次去医院检查，结果被确诊为皮肤淋巴瘤。这个消息让刘大爷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患上这种疾病。为什么瘙痒会和淋巴瘤相关？皮肤瘙痒与淋巴瘤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关联。统计数据显示。 约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二十六的淋巴瘤患者在疾病过程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皮肤瘙痒症状。淋巴瘤是一种细胞增殖速度较快的恶性肿瘤，同时会产生一些生物活性分泌物。这些活性分泌物随著血液循环到达皮肤表面，作用于皮肤的感觉神经末梢，从而引发皮肤瘙痒的感觉。瘙痒症状主要集中在胸背、腹部。 以及下肢等部位，但也可能在全身范围内出现。所以，如果发现皮肤瘙痒症状持续存在或加重，建议及时就医进行进一步检查，以排除潜在的淋巴瘤等疾病。身体三处发痒，别再以为是过敏，或是癌细胞已苏醒，建议了解肛门瘙痒。肛门瘙痒这一令人烦恼的症状，常常让人难以忍受。然而， 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其归咎于过敏或肛门疾病的复发。有时候，这种瘙痒症状可能是其他严重疾病的征兆，其中最令人担忧的便是肠癌。在医生们的日常工作中，他们经常发现肠癌患者会伴随肛门瘙痒的症状，这是因为恶性肿瘤会释放出一些活性物质，这些物质会刺激神经末梢，从而引发肛门瘙痒。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 因为它不仅会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还可能表明癌细胞已经苏醒或正在扩散。颈部瘙痒，当我们发现自己的颈部经常发痒，尤其是当用手触摸时，我们会感觉到淋巴结变得坚硬，这可能是淋巴癌的一种表现。淋巴癌是一种恶性肿瘤，常常在身体的淋巴结中形成。这些症状可能会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出现。 但也可能在更晚的阶段才被察觉。除了颈部发痒和淋巴结坚硬外，淋巴癌还可能伴随其他症状。一些常见的症状包括食欲不振、恶心、盗汗和疲劳。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有这些症状，我们必须尽快去医院进行相关检查。鼻子发痒，如果鼻子经常发痒，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除了考虑到可能的过敏性鼻炎。 也应该警惕鼻咽癌的可能性。鼻咽癌是一种恶性肿瘤，它的发展过程中，癌细胞不断的增多和侵袭，肿瘤体积也会逐渐增加。这些癌细胞会损害局部黏膜，导致鼻腔发痒等不适症状。随着病情的不断发展，鼻咽癌患者可能会出现听力下降、鼻子不能通气、头痛、淋巴结肿大等一系列症状。 这些症状不仅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还会危及患者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如果总是感到鼻子发痒，无法解释原因，最好及时就诊，查明原因后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如何区分普通的皮肤异常跟癌症？外观普通的皮肤异常通常表现为皮肤的炎症、红肿、痒痛、脱屑等。 而皮肤癌症可能呈现为病变的色素变化、油状生长、溃疡、结节,节等。如果发现皮肤上的新生病变或者原有的病变发生了变化，应引起注意。预病史：个人有无与皮肤癌症相关的高危因素，例如长期暴露在阳光下、特定的遗传家族史、有免疫系统抑制的病史等。症状持续时间。 普通的皮肤异常通常会在数周内逐渐恢复，而皮肤癌症可能会持续或逐渐恶化。患者感觉，患者对于异常区域的感觉也可以提供一定的线索，例如皮肤癌症可能会引起疼痛、刺痛、瘙痒等不适感。皮肤瘙痒要先分清是干还是湿。皮肤瘙痒的问题在秋冬季节明显增多。 其中干痒和湿痒是两种需要区分的情况，特别是在老年人中，湿痒更应该引起注意。对于瘙痒的处理，应根据其症状和原因采取不同的方式。皮肤干痒主要是因为皮肤缺水干燥，甚至出现脱屑、皲裂。对于这种情况，可以使用软膏来防止皮肤干裂。这些软膏包括凡士林成分、羊毛脂成分、棕榈油成分等。 它们能够锁住皮肤表面的水分，防止皮肤干裂。使用软膏控制症状后，水分保持也会对皮肤痒有帮助，因为瘙痒与缺水也有关系。如果皮肤出现潮湿，并有明显的瘙痒症状，需要仔细观察皮肤表面的外观。如果皮肤没有出现其他的异常，单纯是潮湿，出汗的时候出现明显的瘙痒。 考虑有可能是过敏因素导致的皮肤瘙痒症，此时可以在局部皮肤表面涂抹炉甘石洗剂或氧化锌乳膏这类的药物，可以使皮肤干燥，止痒效果也不错，可以有效的改善症状，达到治疗的目的。如果局部的皮肤潮湿，伴随着明显的破溃、糜烂、渗出，建议选择使用生理盐水湿敷在皮肤表面。 在干燥之后，涂抹丙酸氟替卡松乳膏或者的奈德乳膏，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如何预防皮肤瘙痒的问题？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定期洗澡，使用温和的、不含刺激性成分的洗浴产品，避免过度清洁和摩擦皮肤，尽量避免使用刺激性的洗涤剂和香皂，保持皮肤湿润，在洗澡后使用温和的保湿产品。 帮助锁住皮肤的水分，减少皮肤干燥的问题，避免干燥环境，保持室内环境湿润，可使用加湿器增加空气中的湿度，避免长时间暴露在干燥的环境中，避免刺激物质，避免接触对皮肤有刺激性的物质，如过敏原、草木、动物毛发等。如果对某些物质过敏，请尽量避免接触。阅读延伸，除了警惕癌症。 皮肤经常瘙痒，还要警惕这些疾病：皮肤炎症、皮肤炎症包括湿疹、过敏性皮炎、银屑病等。这些疾病常伴有皮肤瘙痒、红肿、炎症等症状。荨麻疹，荨麻疹是一种常见的过敏性皮肤疾病，常表现为皮肤起红疹、丘疹、瘙痒等，症状可反复发作。寄生虫感染，如疥疮。 虱子等寄生虫感染也会引起皮肤瘙痒，通常可见到皮肤上的寄生虫痕迹或虫体。内分泌失调，一些内分泌失调的疾病，如甲状腺问题、糖尿病等，可能会导致皮肤瘙痒的出现。肝胆疾病，肝胆疾病如肝炎、胆汁淤积等，常伴随皮肤黄疸、发痒等症状。干燥皮肤。 皮肤干燥可能是皮肤瘙痒的常见原因，尤其在干燥的环境中或冬季气候较干燥时更为明显。